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妖哈。就刚刚下去买的那个大樱桃哈，樱桃是15块钱一斤嘛。但是我吃着感觉跟那个车厘子没啥区别哈，因为那个车厘子的话可能会贵一点，可能我觉得吧，应该是20-30。我冬天买的时候是20多一斤，现在没有买过，不清楚。但是这个大樱桃我看着真的像车厘子啊，我分不清，而且吃的感觉可能这个樱桃有一点酸，然后那个车厘子是甜的，但是看着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我让你们看一下，真的跟那个车厘子一样啊，我真的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大樱桃，吃着感觉就是有点酸。其他的感觉不出来哈，我就感觉一样的。大家给我评论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大樱桃就是车厘子，就外观看着真的没有什么区别的。刚刚下楼买了，有便宜的，那个小一点的樱桃是10块钱三斤，我感觉那个不太好吃，然后就买了这个大一点的。大家可以给我评论一下哈，这个大樱桃跟车厘子有什么区别呢？可以下方评论一下。